我的梦想一向也是成为一个 W engineer， 然后过后去那个 Malaysia Broadcom company 来做工，或者是国际大公司。我来自槟城中林国民新中学，我名字是周丁军，现在我读的 course 是 Foundation Science。INTI 经常都会来中林来给那些 docs， 然后过后给我认识到 INTI， 然后过后而且我有很多 senior 来 INTI 读，然后他们都给我一些不错的 feedback， 所以我就决定来选择 INTI。他是讲INTI 会有 opportunity compared to 其他 college 没有，我就来还有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那些 industry。所以我来了过后，我真的发现到的确是有啦，因为我可以去参加一些 industry visit， 然后还有 industry experience 在不同的公司哦。这是我 first year， 八个月，我从一月到现在，给我认识到那些manufacturing plant 啊，他们是怎样 work 这样子哦。我去过 industry visit， 我去过INARI， 是 Malaysia 的一个 semicon 的 company， 然后过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小型的是Ideal Vision。他们是 design machine， 然后 supply 给 company 这样子。首先我就学到他们怎样 design 东西，然后他们还有一样东西是 ISO 9001，就是他们用的一个 standard， 所以我觉得是在课堂里面是学不到的啊，所以他们是在外面他教我们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感觉到比较不一样。我以后是想要做 W engineer， 因为Penang 毕竟有很多那些semicon 的 company 啊，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就业机会，而且我要跟着我爸爸的脚步，因为他也是 W engineer。他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跟我谈到一些 process，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一下，所以我觉得可以，我想尝试类似这样的工作。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 chips 都是很小嘛，然后过后我觉得小东西很可爱很好玩哦，所以我想去尝试做一下，而且我一向来都对 machinery 这样的东西我都有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可以 try 一 try。 我在中学的时候我遇到的人就来槟城了，然后过后我来了 INTI 过后我遇到那些其他州人或者是甚至其他国家人，所以是一个很不错增加我的 social networking 啊这样子啊。他的老师 lecturer 方面都不错，他都会给我一些很好的一些 support， 即使我面到问题，然后他们都会，我 send email 给他们，他们都会 reply 我 email， 然后过后他们也很 supportive。然后如果一个 lecturer 他肯花时间坐下来跟你好好的解释，那你会更容易明白，但考试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做。有一个 lecturer 就是我的 physics 老师，虽然他是有一点严啦，但我是觉得他都很 supportive， 然后而且他打分方面也是很公正这样子啊，就我觉得他有跟着他的 rubric 走，然后他交代东西很清楚，他会讲很 specific 这样子。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这样的 lecture。INTI compared to 其他 college in Penang Island 啊，我觉得 INTI 算不错，因为还有那 relationship with 其他国家的大学 ，我要读的 WE 他们有 relationship with Coventry University 啊。我现在有 join 一个 club 叫 Preview Society 啊，他们最近 organize 一个 event 是那个他们 prom night for 我们的 Preview 学生，然后过后在这个 process 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来我要 deal 跟那些 technical 的人啊，然后过后那时候我是负责 PA 啊，所以我会学到一些 technical support 这样的东西哦。